今天是我们毕业8周年的纪念日，中文系00级一班同学聚会。作为班长，有责任提醒每一位同学要保重身体，珍惜每一天，因为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位同学先走了，他在我们班年龄是最小的一个。走的时候才28岁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。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记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听说灵山是在你们班呢？我警告你，别打他主意。你以为你是他什么人？言归正传，今天是我们毕业8周年的纪念日，中文系
零零级一班同学聚会，全班28人，迟到22人，是我们最全的一次。其中9人已婚，2人怀孕，13人单身。作为班长，有责任提醒每一位同学要保重身体，珍惜每一